不容易的，我们人生这样子，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迎接新的，在欢送旧年，所以我们在这一则未来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要好好把握。但是我们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一年要做的，要时间要把握。那也很感谢大家今天的莅临呢，我希望大家今天大家能够尽情快乐的来享受我们的这个素食精进料理的飨宴。我们今天也要准备很多的节目，那也欢迎大家慢慢的欣赏。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接受好不好，在座各位真的都是非常的有福气，非常非常的有福气。那我是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在什么法啊，在什么法，在有空的时候，多多接近我们这个佛陀，接近我们的佛陀。刚才我们师傅也讲了啊，这个一年也快，又到我们这个岁末的时候啊，那这个岁末当然就是新年啊，在这里先祝福大家啊，有一个好的新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高山市も20周年を迎えまして、それは皆さんのご指導ご支援のまたこそ、ここまで歩いてこられ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らに皆様が一番お期待にして